你拜你母哟，你红你边的，谢母哟，当姐，当姐不要姐，好弟呀，你坐我旁，你坐母哟这边，哦，是，行过来，一二三，红你，你坐这边，好，行过来，一二三，红你红你呀。今天来个办寿宴，向母孝请安。为什么恁两人总是拢调调啊？那调调唔对啊！恁是讲过，兄弟姐妹都要相亲相爱。啊，你一直叫我，安尼是伫咧讲话啊？尤其我今仔日跟我红花安尼是，不是相思相爱吗？不错，兄妹都是爱相思相爱。燕哥啊，当年恁是还阁细汉。会使安尼手牵手，即摆已经是中大成人，应该着爱捌中中的礼仪，一人甲我站一边。哈？你无话要讲吗？就是爱一人站一边，安尼就对。若无母亲会生气哦。会安怎？今年啦，母亲要生气啊！伊生气哦。伊若生气起来，气几啊工嘞？对哦，安尼不好嘞。啊，无你听，安尼唔吃对哦。母亲啊！哎呦，拢是你讲的话，我拢藏伫个这脑海内。你今仔日，你咧既然敢是会生气的话，啊无，后日啊，后日啊，才莫安尼做嘛。红姨啊，已经大汉啦，这些代志你就爱好好啊学习。嗯，你看卖，就从你细汉的时阵，你父王就来驾兵。江山是由武侯将士来管理，所以如今啊，你已经是中大成人了。甲看武侯也渐渐年老，我想讲，这坐东宫的江山，你就爱好好来执掌啊。哦，武侯啊，那就讲到大事遐严重呢啊！你遐明明呢，遐现在西东宫江山，你就坐到安尼顺势啊顺势，好势啊好势，啊你就继续坐嘛，这位置方年年纪万岁。你叫我学的代志，我拢要一项一项看看来，慢慢啊是啊。哦哟，今日你还阁细汉，你已经是中大成人哦。想起当年啊，你父王来像你安尼时阵，已经是娶某生子咯。安尼我会当娶某啊吗？小太一时，啊我会当娶我的红妹吗？当然是不可啊，伊是你的红妹，怎样会当做你家后嘞？哦，安尼呐。我白想，讲你。首先啊，你有真侪代志要爱学习。我有想讲，要叫你往后中原的所在，先去学文化。中原学习文化水准。对。嗯，我有。怎样呢？在中原地，离咱只西东国千里路遥，话阁讲一个倒转来。风离自出爸母房以来，从来唔捌出去到外面的所在世界行呾。我恐怕这个外面难以适应，我也是卖惊出事吧。风离，以后是要哦，即将这个江山呢，要来演讲真艰苦呢。咱甲中原啊是和平国，每年啊拢会派人大帅来咱家吹头讲呢。如果你若无要到往到中原的所在去学文化，大帅来主持，你要如何接待呀？啊，你若咱讲之前会用钱，啊，今仔讲都袂用钱啦。卖差这么济，为什么咱讲都会用钱？今仔伊讲袂用钱，凤仪啊，你爱知影哦。如果讲你若是唔去中原的话，不就恐惊啊就要受气啦。我是袂用得气啊！你是安怎咧提啥做事咧？就是卖生气啦，不如吼由我来甲阮红娘考课。你要甲阮红娘考课？嗯，好，你卡到方位无道理。你是叫我试试，是还是要来加山听伊啦？你快去卖是歌啦！你讲啦，你是无听到武侯伫咧讲什么？伊即马叫我倒来出国呢，哈！出国了后，唔知倒转来未倒转来，吓惊呢！哎呀，你出无胆呢？那武侯你讲有道理啊！我考中我的所在学习文化，以后啊，你是咧西东国讲，那是应该呀、啊。按道理这个建设，你是个空白板，你袂记咱两个之间的代志，咱到即马还袂证实着。武侯还佫含珠不吐，唔肯叫咱吐露，咱两个人心事自明呢哈。敢讲我一个出去了后，你会唔惊有啥款的万一吗？唔惊，你想看卖？
都经过到大事为重啊！你才拄安尼甲母乡试探，伊叫我拢无欢迎呢。而且母乡已经咧见面啦，你也毋是知伊的脾气，伊若生气起来吼，我看到时哦，你要安怎互母乡气消？拜去，你去啦，放心。你要安怎？快点先等你做回来啊！真的哦，你要等我？安尼好好好，我叫母乡，叫莫生气，我去唔得。哎，你讲我到要去哦。嗯如何嘞？莫生气啦，我是红梨，算在你救还起，我未晓想，而且哦，出言上重重，现在我已经知影唔对咯，我着照你的话，本来去进行就是。